对方已经从就是冲很快很快，然后已经冲到对面的这条线，可是这个人还没到，还没进入空中去的话，就是这边输，这样懂吗？然后看谁的车身整台先出去界外也是输，就是不管说是被推出去还是推平出去，就是车身先出去界外你就输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平手的状况，就是你们僵持在里面30秒，我就会说平手，然后就先回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出去了！你有没有准爆了？我已经开始记了，30秒就是你走，现在3秒。要停止了！出去！我先出来！我先出去！我先出去！停止！10秒了，再20秒。啊！停住！混蛋！混蛋！坚持！坚持！那个其他组可以先充电，其他组先充电。是全台。剩五秒，剩五秒，好，我觉得快一点。4、3、2、1，停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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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手出去了，快出去，快，还没，谁跟谁的？我们，你要。